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佛菩萨是人还是神。佛教中崇拜的对象主要是佛跟菩萨，而不是神。但是佛和菩萨到底是人还是神呢？他们跟神又有什么不同呢？礼拜佛跟菩萨是不是就是偶像崇拜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我们首先呢，要了解神这个字，或者是神它的定义是什么。如果说神的定义是唯一的创造世界的最高的上帝，那佛菩萨不是神。如果说神的意思呢，是啊，有神通力，有智慧力，而能够啊，他又超出于平常的一般人的智慧力和啊慈悲力，还有呢他的感应力。那菩萨与佛是神，跟神呢是啊相通的。所以这个神的意思啊，不可知，而它是有；不可见，但是能够啊让我们感受得到它的力量。不晓得它在哪里，但是我们求他就能够得到啊他的帮助，这个就是神吧。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说佛菩萨是不是神，说他有他神的功能，并不等于是神呢、啊、但是佛教里头啊把鬼神天以及呢仙还有呢菩萨佛，或者是加上啊所以罗汉，但是层次啊蛮多的。没有自我执着、自我的中心的烦恼的人呢，我们叫他圣人，叫做圣者。像罗汉呢，像大菩萨们呢，像诸佛啊，他们都是只有智慧和慈悲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啊人的一种劣根性，所谓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执着心，那就是啊已经解脱了的圣者。那算不算是神呢？他有神的力量，但是他不是神，他是佛菩萨，是罗汉。可是呢鬼神仙或者是天，这个虽然呢也有若干的不同程度的感应力，所谓神力，叫神出鬼没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神呢是有而但是摸不到他，感觉到他在，但是不知看不到他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神。因此呢鬼也有神的力量，就是大福报的鬼叫做神，再大福报的神叫做天，叫做仙。但是他们呢多多少少还有自我中心，自我中心的执着。就是啊所谓自我中心的执着是什么呢？他们是福报大，但是呢他们自己还有为我的心，说你我在王，顺我在昌，你求我呢我保佑你，如果你这个侮辱了我呢我就要惩罚你，这个是神。所以有很多的妇女啊
身上不干净的时候进入神庙就可能受到处罚。所以有的人说我身上有这个正好是月经期，能不能够到农禅寺来呀、啊？我说我们农禅寺比丘尼他们都有月经的，怎么说 女孩子有了月经就不能够到庙里来呢？他们说嘿，到庙里的去不干净的话神会处罚。我说神会处罚你，佛菩萨不会的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所以呢，神与佛不一样，已经呢几乎啊，这个最高层次的那个神呢、啊，或者是天呢、啊、仙呢、啊，几乎已经没有自我的，也可以说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得解脱了的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存在还是执着的，自我还有一个中心在，所以这个呢，他并没有真正的解脱。到了寿命啊，他的福报啊结束的时候，他又会轮回，所以这个是不是神了。还有什么是偶像，什么是崇拜偶像，这个偶像跟神鬼啊又会混在一起。土地城隍，各种各样的王爷，各种各样的呀神明啊，他们都有偶像，以偶像作为他们的一种啊象征，让信众民众啊去膜拜，去供养，去许愿，去还愿。但是佛教来讲的话，佛与菩萨的形象，这是一种工具，这是一种道具，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象征，而不是真正的说佛像就是佛，菩萨像就是菩萨，不是，这是一个象征在那里。好像我们对着国父中山先生鞠躬行礼，我们没有相信那个就是中山先生在那个地方，而是象征着中山先生的精神而我们向他鞠躬。佛菩萨的形象在我们寺院里边，它的功能也是如此。我所以呢，这个佛菩萨说他是神好像是，但是他不是。